你几个小牛。这里搞啥？来，你在这里帮安奈捡这个奇怪的果。这个是什么果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你看这个果好奇怪的。你知道这是什么果，安奈？像那鸡爪一样呀。哦，像阿姨做那个鸡爪。嗯，阿姨做那个鸡爪啊。又找到一个。又找到一个啊。那个感觉。嗯，安奈捡来泡酒。哎呦，这个泡酒挺好的哦。哎，这个是。妈妈都没干，妈妈都没干。你们两个都得搞啥？脏死了。就我家吗？这里大把都干了。哎呦，有大把都干了。那你把奶在这里弄了吧啊。先捡干那些。哦，还有这么多啊！安奈找的那么多，哦哟，你看这么多。泡酒喝喽！来泡酒喝。安奈喜欢喝酒。那两个小牛最喜欢玩沙子了，是不是？是。是啊。安奈，我会捡啦。你会捡啦？你会捡吗？我厉害呀！你看你还咳嗽。我要捡到手哦！安娜去哪里找了那么多？那上面有一颗，还有啊！阿叔上面嘛？不是，它这个泡酒有什么作用啊？补酒啊，这是补酒的。我也要一个剪刀。你也要剪啊？要剪到手手的不？美容补水呀！美容补水要多喝一点。我也要一个剪刀。你也要个剪刀啊？嗯，你不用搞，不要搞嘞，等一下。不能搞剪刀，你看你的小肚边。剪到手啊，会出血啊，痛痛的。来，乐乐也跟奶奶剪。在这里呀、啊，奶奶拿这个。嗯。兔妹妹，你去干什么？会吗？妹妹，你看那个是什么果果？你看姐姐，姐姐也找剪刀来帮安奈剪的哦。长大有那么勤快吗？没去喊你，摸过它。哎呀，来踩到那个，跟着出来。都断的意思啊？慢点吧啊！不要剪对手吧。哎呀，你的来到沙子。再过。得啦。剪那个籽籽啊，等一下。你先要剪那个籽去，才能泡酒。对。现在你们帮安奈在这里做事好吗？好嘞。好不好？好。在这里玩差不多。哎，乐乐最乖哦。读书就听话一点了。姐姐也乖。姐姐也乖。姐姐也乖。妈妈，我多少岁了？你四岁啦。我四岁啦。你姐姐都快六岁了。还长不长？你还不高，你看人家弟弟都有你那么高了，还说没不高。还有吗？还有。哎，还有呢。你看你两兄弟都是在这里高。哈哈哈哈哈。哦，这个是生的呀。我也拿一块。这个果结的好多的哦。给我。这个果还没干，晒干才能结。像这个晒干这样子。晒干了要把这个粒粒，这个是有粒粒的，这个是籽，可以拿来种嘛哦。可以呀。这个籽可以拿来种的。好小一颗，像这个晒干，这个还不可以泡酒吗？选那种大大的来剪。你也来啊？你也去找到剪刀来啊？找嘞。好了，不要动安奈的啦。你个小家伙，放假了就捣蛋了。你看你更捣蛋，你们两个就搞泥沙。啊，看，你们不可以的，你们不。
姐姐说话的。你们不可以。不可以这样说话吧啊！不要搞剪刀，妹妹，搁到手上去。不要搞吧啊，搁到手。你们在这里玩吧。吃红薯芋头了，老妈子最喜欢吃了，最好吃的红薯芋头。小时候就喜欢这样子，蘸一点这个辣椒酱就吃。这槟榔鱼多好吃的，红鳕鱼啊，鳕鱼也好吃。他没跟强，没谁强呢，我们这南强店也好吃。他叫牛仔没吃啦？没吃的，我都没爱吃东西。我感觉好吃，这个紫薯也好吃，自己种的，之前我们种的挖回来煮。老妈说最喜欢吃红薯芋头了。太甜了啊、嗯！蘸一点辣椒吃才有灵魂。煮饭都没得好吃。他是吃饱了，这个。我们小孩都不喜欢吃。嗯、这红薯好紫的。大家不用吃饭了，不用吃饭了，饱了。多吃点五谷杂粮，像我这样什么都吃。这个芋头也好啊，小个一点，但是它好吃。不想吃就来了吧，蘸一点辣椒再吃。